也跟朋友约午餐，午餐时间还提早约30分钟，现在要去吃午餐。啊，这一间吗？我家这个。啊，不是，不是这间的，我家这个。他一家这个。好像是前面有一家。我就是从开放之后，好多外国人。超多，没有超多韩国人，这间那间也新开的。要看吗？啊，我家这边我是吃这一间的。对啊，那一间。好啊，走啊。马路都割小骨头，如果太多了就这一间。天赋在吗？好好好好好吃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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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关东煮，好，
最近真的很烦恼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有用吗？不要公审我。对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干杯！这一次可以喝了。三一二三，耶！豆腐来了。没有，是我们里面这一群没有吃的不变牛。你要不要叫我？真的没办法夹起来。然后你还说我们可以点经典到几位？我都讲完了。耶！这是什么？这应该寿司吧？这是什么？新鲜好吃的寿司。咖喱寿司。哦，寿司骨汁。然后这是？这是咖喱骨汁。很好。台湾还有广告的声音。又防艾薇。做作的地址。这两个对我太伤心了，我对这两个太伤心了。你就他几岁？那我知道。